就决定做这个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竹人林根仁，今天是9月28号教师节，为了感谢所有老师们，我们今天要来做教师节卡片。我们已经准备好卡片要用的材料，总共有这些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动手做。首先先把棕色纸张剪成20×16公分，对折，再把绿色纸张剪成17×14.5公分，往上折1公分，再把整张纸对折。接下来拿笔画一下等等要开洞的尺寸，2×10公分×1.5公分的长方形，再来把它切下来，切完拿双面胶粘刚刚下面折起来的1公分，贴上，再拿出一张绿色纸张剪成这样，12×7.7公分加1.5×1.5的活动黑板，这样就可以插入卡片哦，然后再连上泡面胶。有黑板以后要来制作板擦，1公分×2公分，贴上，是啦，没问题，简单的装饰一下。绿色纸张背面再粘上双面胶，贴上，内页壳贴上14.5×8.5公分的绿色纸张，就可以开始写内容咯。一年一度的教师节，感谢老师啊对学生的教导，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来制作一个卡片，来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。教师节快乐，老师你辛苦了。看大家笑一下喽，就决定做这个了，就决定做这个了。我们就决定做这个。哦，不是啊。